其他方面，证监会相关负责人今天就五粮液遭立案调查事件表示，已经发现五粮液存在三大违法违规行为。一、未按照规定披露重大证券投资行为及较大投资损失；二、未如实披露重大证券投资损失；三、披露的主营业务收入数据存在差错。目前该案仍在进一步调查中。我们再来聊。